又来了吗？妖魔是越来越多了。哦，五更天，该煎药了。最后呢？
休息了，来客官，看看这个。到我家吃面去。赵小子，你来的正好。红儿，怎么了？你看。啊，你的机关渊又卡住了，可我够不着。啊，真高。没事，我帮你拿吧。赵小子，你当心。不要紧，我行的。小心点啊。没事，在下边等着吧。小心。没事没事。给。谢谢。哦，今天是香儿满周岁的大日子吧？那这个送给香儿。哇，好精巧的玩具。哼，这可是我自己做的，你也喜欢吗？好，那等你明年生辰的时候，我再做一个送你，更厉害的。啊，真的吗？嗯，一言为定。哎，太傅来找我了。赵小子，我先走了。我也。明年生辰的事，我不会忘的。我也差不多该回家去了。太傅，我跟你说啊，刚刚呀，机关员又卡在树上了，幸好张小子帮我拿了下来。阿福叔，公子，您回来了。阿福叔，还是叫我赵二就行了。你可真是。哎，对了，夫人她在找您呢，您还是快些到书房去。这些书卷让阿福遣人给您拿回房吧。谢谢阿福叔。阿嬷，赵二，你先照看香儿一会儿。那您呢？今日贵客云集，你阿父正忙着呢，我还得去盯着厨工才行，免得怠慢。阿嬷，您辛苦了。香儿就交给你了。大人，前日刘侯墓的调查已有收获。听闻那儿妖魔盘踞。
香儿，你醒了。今天乖吗？对了，香儿，这是你红姐姐送你的周岁贺礼哦。你喜欢这玩具吗？我也很喜欢。等初升夜未央，明月光照我窗，有我香儿长安康，一面一叶一村长。等初升，啊，阿母，赵儿，来这儿站好。怎么了？啊，外头。待会儿你就带着香儿赶快离开家，不要再回来了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可是搜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就交给你了，阿母，快去吧，莫再回头。放肆！此乃朝廷命官府邸，竟敢擅闯！公子，赵公子，总算找到你了，赵安全，赶紧来！让开，我来破门。若能保护昭儿和小姐，我这老命交代在这儿也是值了。啊，阿福叔，你穿过廊道往前走，再走，不要留下任何活口。走，到内院去。
行儿，别哭，阿兄在，还有阿兄在，乖，别怕，阿兄保护你。当初生也未央，明月光照我窗，有我香儿唱安康，一边一夜一寸长。多位大人，煎药。煎药，对，煎药。舍妹自幼有疾，每天早上都得吃这药汤。太师兄弟，你也不容易啊。今日要是表现好，请我们将军多给你加些赏钱。带灵妹去找个好大夫吧。多谢大人。必定不会误了大人们的大事。好好煎你的药汤吧，破晓出发。差不多了。香儿，香儿，啊！吓死我了！阿兄，小丫头又淘气，来。坐着喝。又是一样的苦药。仙儿别胡说，我每天调的都是不一样的苦药呢。这药汤就和阿兄的笑话一样，总是换汤不换药。快趁热喝了吧。不然再给我讲个红儿的故事吧。你讲故事，我喝药汤，公平交易。好。
有一天傍晚，红二在东市附近玩耍，发现了长安最高的那棵树。那是一棵结实累累的桃树，生长在东市的入口。哇，好高啊！红二决定要爬上去看看。爬着爬着，他看到了家家户户点起灯火，挂起灯笼，在橙红色的夕阳下，好像半个长安城都燃烧了起来。红二决定不再回头看长安了，他专心地朝树梢爬着，直到夜深。他抬头看到月亮，觉得月亮好像一面铜镜，晶莹光亮的。红儿听说过，只要诚心地注视月亮，就能看见自己最思念的人。红儿看到谁了呢？他盯着月亮瞧，却什么也没看到。红儿越爬越高，最后爬到了月亮上。月宫金碧辉煌，和长安的模样完全不同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阿兄要出门了。阿兄一早就要出门？是啊，这次机会难得，接到大人们的委托，带那些大人们进山，赏钱500。阿兄若是不接这委托，岂不是傻？阿兄，是不是为了香儿的要钱？想多了，小丫头，能挣钱干嘛不挣呢？阿兄亲手做的香囊，可以驱虫提神，还可以静心辟邪，消灾解厄，百毒不侵。这个修好了，你要找阿兄的时候，只要吹一声，阿兄就会马上从山上滚下来。知道了。知道就好。走了。香儿，怎么了？没事，试试竹哨。太史兄弟，放心，阿兄很快就回来。嗯，你快些回来。寇大人，你可算好了？算好了，赏钱500，不多不少。我是说，你总算是好了。村人都说，你只要有赏钱，什么活都肯干，还真没错。随我去禀报将军吧。是。将军，一切就绪。出发。得令。我说太史兄弟，这山上真有妖魔？山里一直都有一些山精野怪的，只是之前和我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多年来倒是相安无事。哦，那妖魔是从何时开始变多的？哎，几日前山里传来巨响，动物们纷纷逃窜，后来进山发现了奇怪的破坏痕迹，连岩壁都被击碎了。老猎户们都说，
这是大妖作祟，让我们暂时不要进山。有人见到那大妖吗？或许有吧。嗯，几个年轻人不信邪，结伴进山打猎，就没有回来了。此后，再……大人，这就是大妖作祟的痕迹。前面很多，继续带路吧。看来便是这儿了。孙克，在。你来检查痕迹。是。啊，说好的赏钱。哎，嗯，大人，我瞧你胆识不错，身手也可以，还算有点本事的样子。待在这山村可惜了，要不要跟我们出去见见世面？我可以做主给你多加一倍赏钱，安顿好家人。大人太抬举我了，我哪有什么本事，就是懂得打猎罢了。只求尽力完成任务，拿了赏钱赶紧回家。我们李军可不是普通的军队，你若加入，往后便是平步青云路。高攀不起，高攀不起。这都不远，难道你有什么隐情？能有什么隐情呢？大人就别笑话我了。迎战。孙克追击，寇延善后。是。太史兄弟，拿好了。平步青云路，还是走我的山林小路吧。回家。你们几个搜查附近还有没有残余的妖魔，其他人随我来。是。妖魔速度好快，差点就遭殃了。之前进山的那些人，怕是凶多吉少。哎，先回村子吧。
怎么回事？继续，别走。这是怎么了？打药，黑雾打药。糟了，香儿。就杀了。哼，放你走，死的人更多，牺牲一人换取其他人的安全，划算。香儿，放箭！天下地利，
藏起来。是。去看看。是。伤得真重啊。天下 K， 人呢？刚刚问出什么了？属下惭愧。此人是何来历？这属下不知，只知他是乔哥村的一名猎户。乔哥村的一名猎户，竟有能耐从我李军箭雨中救人。传令下去，找出此人。遵命。香儿，没事的，阿兄一定会把你救回来，不计代价。大王，大王，快救救香儿！小鬼，你又惹了什么麻烦？香儿受了重伤，快不行了。啊！又要本大王出手救人，也不是不行。我懂，不会让大王平白出手的。只要能救回香儿，我会解开最后一道锁，助大王脱困。说说小丫头的情况吧，脉象如何？她脉象紊乱，微弱难辨。呼吸呢？气若游丝，出气多，入气少。小鬼，解开机关锁，我来帮她收尸吧。大王又无计可施了吗？就是救不活了，不过要不死也容易。请大王教我。上次帮小丫头吊命的阵法还记得吗？记得。你先画阵法，我一边说。借物代行，借用天书之力抽出园林，寄于木石之物，行走坐卧如常，就与常人无异，只是看得见摸不着。这样与游魂合异？这自然只是权宜之计，待本大王脱困之后再施展仙术为其修复身躯，届时灵肉归一才算圆满。这方法委实离奇，
不知大王有几分把握？啊，本大王自是十拿九稳。小鬼，你再拖拖拉拉就不用救了。成了。接下来以血脉至亲的血作为媒介，取你的血一生。血脉至亲？那要是没有？哼，要是没有血脉关联的人，就要取得承载思念之物，才可施展借物代行之术。那是。哼，承载思念之物吗？把你的血滴在左腹位。施展天书之力，把小丫头的元灵抽出。两位，借物代行，快！有必有阴望，偷空三跳，再破尊庙，夜定三镖。雷雷，香儿，香儿，阿兄，太好了。是我吗？怎么会？阿兄，我死了吗？啊，香儿只是……伤得很重。不过没关系的。那位大王教了我一个法门，暂时取出你的元灵。等会我解开机关锁，助大王脱困。他便会施展仙术。本大王就会施展仙术修复小丫头的身躯。好了，小鬼，到时候灵肉归一，自然就恢复了。真的能恢复？大王，我这就放你出来。没事，等你好久了，动作机灵点啊。
应该快好了。行不行啊，小鬼？我再试试。我知道了，是这枚零件错位。只要把它扳正。小鬼，你做了什么？我想把一枚零件扳正，结果……结果你把它弄坏了。是。坏了，你会修吗？你当然不会。大王。啊？对不住啊，我……你事到如今，也只好去找小白帮忙了。不对，过了这么久，小白应该早就死了。你去商山找小白的徒子徒孙。商山？去商山找一群自称墨者的家伙，让他们来修。小白的徒子徒孙叫做墨者？哈，不过是一脉旁支罢了。墨者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。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。墨者是什么样的人？那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们会机关术。快去找墨者来帮你修门。此去商山路途遥远，不知多久。大王，可否先传我修复躯体之法？就你个小鬼，连最简单的仙术都不会，还想学修复躯体之法？老实点去商山吧，找人来修好门，本大王亲自出手。好，我们这就出发，前往商山。慢着，你们？是啊，我和阿兄一起，说不定还能帮上点什么忙。小鬼，你有吃过烤乳猪吗？吃过。香吗？很香，远远都闻得到。那你还敢带小丫头一起？啊！他以元灵之身行走，
在各地妖魔眼中，无异于美味的烤乳猪，人人都闻得到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小丫头确实不该与你分离太远。啊，有了，机关人先借你们用吧。机关人？屋子旁边那尊机关人，抓着符鬼当动力就可以用了。把小丫头的元灵藏进去，可以掩盖气息。你先随便抓只符鬼来吧。大王说的倒是轻巧，我连符鬼长什么样都没见过。忘了，轩辕界没几只符鬼，离你们家不远处山里有一座鬼神祭坛，你去那里找找吧。鬼神祭坛又是什？你这小鬼问题真多，去了就知道了。是，我们这就出发。啊，路上小心啊。我是说帮本大王开门之前，你们两个可别死了。特天下。大小姐何必如此？不如咱们去找找那小子和丫头，大家一起想想办法。是呢，也许大家会有办法的。肯定没问题的。别太早放弃才是。怎么突然变得好黑啊？大小姐，你在哪儿啊？秀阳。把李佳琪送给李大人。家里好乱。哎，李军进来搜过，还好我们早一步进了天书世界。门都坏了。嗯。哎，仙儿你看，以后没人可以说咱们家徒四壁了。啊？咱们家除了四面墙壁，还有满地的杂物呢。哎，阿兄。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上。然后就出发吧。嗯。